来啦，兄弟们，欢迎收看瞎七八谈，我是老瞎。在游戏中，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好友，又或是为了交流玩法经验，玩家们通常会自发成立各种组织，像是工会、帮派、军团之类的。只要遇到什么困难，在里面求助一声，基本上都能得到其他玩家的帮助。因此，这些组织的存在也让我们不再单打独斗，一个人孤零零的玩游戏，找到了像家庭一样的归属感。星际战甲是2013年发行的一款科幻题材的第三人称射击网游，玩家们扮演古老又神秘的天诺战士，操控着不同战斗风格的机甲，穿梭于星际废墟之间，完成各式各样的任务。除了宏大的星系太空背景非常吸引人外，玩家们最中意的还是游戏中那一套套炫酷的机甲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将机甲涂装成喜欢的样子。游戏氪金点也比较少，除了机甲、武器、飞船的涂装外，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刷图来得到，完全不会影响到游戏平衡性。星际战甲不被很多人熟知，甚至有人称它为小众游戏、冷门神作，但入坑的玩家游戏时长基本上都在几千小时以上，忠诚度很高。玩家们还有个非常可爱的称呼，星际仓鼠。据说这是因为很久之前一次服务器维护时，官方通稿说给服务器供电的仓鼠发电机里面的仓鼠跑了。也有人说是因为开发商曾经开玩笑说战甲里面也许藏着一个仓鼠，所幸星际玩家们就欣然接受了这样的称呼。几年的时间下来，仓鼠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圈子，虽然游戏蛮干的，但玩家们却依旧乐此不疲。起初这游戏交互属性不强，玩家们除了刷图就是在自个儿船舱里待着，直到2017年加入的夜灵平野地图彻底将星际战甲升级成开放世界探索游戏。玩家们每天打打杀杀之余，还可以跑去钓钓鱼、看看风景、过养老生活。一年之后，游戏中又加入了金星上的奥布山谷地图，允许最多50名玩家在开放世界中进行社交探索。一旦人满了，就会开放下一个容纳50人的小型服务器。这些服务器都有各自的编号，从一号房间以此类推下去。但是，一旦检测到哪个服务器没人在线了，这个服务器就会自动关闭。就跟咱们在其他游戏中开房间一样，和一些陌生的玩家短暂的相遇后，然后各自散去。起初由于版本更新，一大批老玩家回归，这些服务器几乎天天爆满。时间一久，热度散去，服务器里的人就少了起来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服务器诞生，然后又被关闭，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个，但也有例外。69号服务器就是其中另类的存在。起初这个服务器里的玩家只是在一起开黑交流游戏心得、游戏攻略，久而久之大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在这里举办舞会，分享生活中的趣事。服务器中的老玩家都将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家，在其他服务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，69号依旧能保持每天有很多玩家在线，甚至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玩家打卡。所有人的心愿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69号能永远的存在。于是玩家们在社区里制定了一个公约，如果有人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线的，就先去论坛上呼唤其他玩家，如果实在没有人，就守到有人上线为止。这个看起来非常不靠谱的公约一下引来了其他玩家的嘲笑。要知道你这个服务器最多50个人，大家又不可能排班轮流上岗，要是过程中有人突然有急事下线，或者有人故意搞破坏呢？喜欢恶作剧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对吧？再那个一点儿，如果一直没人，我是不是还得守个3天3夜？谁有那闲工夫啊？因此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荒诞的口头约定，都等着看笑话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福尔图纳69并没有像大家预料中的那样很快消失，一连几个月的时间都坚挺地在服务器列表中，参与守护的玩家们依旧热情高涨。但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法子，于是有人提议寻求官方的帮助，将69号服务器设定成永久服务器，结果一下遭到大部分玩家的否决。让官方帮忙，那不就成了作弊吗？这对于其他服务器的玩家来说太不公平了，只有我们自己亲手守护它才有意义。官方的工作人员听说之后非常感动，于是在每次游戏更新之前特意用红字在公共频道上提醒69号服务器的玩家们，请轮流下线完成更新，服务器的生命掌握在你们每个玩家的手中。或许在这之前没有谁会把网络上的约定当真，但这些玩家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
即使是素不相识、毫无交际的陌生人，也能互相信任、坚守承诺。然而故事的最后却不尽人意，在一次版本大更新中，所有玩家都被强行剔除，所有的服务器随之关闭，玩家们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们热爱的家园。尽管 Warframe 官方为了弥补大家，将69号服务器设置为永久，但在很多玩家心中，他们一直努力延续的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你愿意为了帮助一个陌生玩家不计后果付出一切吗？精英威胁是一款2014年上线的太空无缝沙盒模拟游戏，号称1:1真实还原银河系，在过程生成技术的帮助下，有将近4000亿的恒星系统提供给玩家们进行探索、贸易和战斗。只要你的跃迁引擎和舰船完整度允许，你可以到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你能看到的每一颗星星、每一片星云都是可以探索的。和很多科幻电影一样，玩家所驾驶的宇宙飞船是需要燃料的，燃料会随着飞行时间慢慢减少，也会因为跃迁而立刻消耗一大截，而且每次携带的燃料肯定不足以支撑一趟太空旅行的，一旦燃料耗尽，就只能迷失在浩渺的宇宙中等死或者自爆。很多玩家在探索的过程中没有做好规划，或者路过的行星没有补油点，再粗心点没带油勺，就很容易出现搁浅的情况。于是一个由玩家自发建立的公益组织 Fuelrat 燃料署出现了，他们驾驶着橙色的印有燃料署 logo 的飞船，专门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搁浅在太空中的玩家。燃料署没有任何领导，成员也是来自于各个阵营、各个组织，平时可能打得不可开交，一旦出去救援就成了一个团队，要是发现有人品行不端，就会被其他署友警告，你的行为会影响到集体的形象。反之，如果有人恶意攻击值班的燃料署，会立刻被所有玩家群起攻之。截至目前，他们已经帮助了10几万玩家脱离险境，成为游戏中最受欢迎的玩家组织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有自己的网站，任何需要帮助的玩家都可以向他们求援。2019年，一位名叫克鲁茨的玩家为了打破游戏中最远航行的记录，只身一人从太阳出发，向着银河边缘行进。42天之后，他成功来到了距离太阳65788光年的地方，同时也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资源，没有燃料补给，也没有办法采集矿料。可是这哥们觉得，哎，我还能抢救一下。不甘心就这样搁浅的克鲁茨向燃料署发送了求救信息，并且表示如果能帮助他脱困，那么他以后也要成为燃料署的成员。所有的玩家都觉得这是一次毫无希望的救援，要知道这哥们儿已经打破了玩家能到达的最远距离，要是救他就意味着也要航行42天。注意，这42天可是真正的现实时间，而且他的所有资源全都耗尽了，并不是只缺燃料，你不仅得携带上他需要的资源，还得准备好充足的返程燃料，否则连救援者都会被困在那里。为了救一个人付出几倍的人力物力实在太不值当。游戏论坛上的玩家都在劝燃料署不要去管这个事情，还有人干脆建议克鲁茨直接自爆重新练号吧，救还是不救。很快燃料署给出了答案，他们不是自动化的 AI 拖车服务，他们是精英危险玩家的血肉之躯，以营救那些发现自己被困在黑暗中的人类为使命。燃料署们用几周的时间拟定了一个缜密的救援计划，像火箭推进那样，总共出发4支小队，尽可能多的携带上燃料。第一支小队航行到燃料耗尽时，就将装载的物资交给剩下的小队，自己就地采集资源返航。然后是第二支、第三支。燃料署的直播间里有上千名玩家在关注着这场救援。经历了3个月漫长且枯燥的航行之后，第四支小队终于来到了搁浅的克鲁斯身边。一瞬间，正在观看直播的玩家都沸腾起来，他们成功做到了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花费的资源比被救的船只价值更珍贵。但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远万里不远60000多光年前去救人，燃料署回答道，没有什么宏大的目的，事情很简单，一个人失陷在宇宙的黑暗边缘，而我们要把他救回来。获救后的克鲁斯遵守承诺，成为了一名燃料署，前进在帮助其他玩家的路上。尽管这只是一场虚拟的救援，但却让所有玩家看到了游戏中真实存在的大爱。
也正是因为有燃料树这样的组织存在，玩家们才能放心大胆地对未知宇宙进行探索。这里是瞎七八谈，下期再见。